李乔如议员、出席会、陈美雅议员、黄燕丽议员、郑梦如议员、邱进炫议员、李玉平议员、张博洋议员、郭建龙议员、简焕忠议员、陈培坚议员、林志成议员、何全峰议员、高中德议员、李雅慧议员、江瑞宏议员、黄秋英议员，绝对不能因为这样而妥协。你们为了私益而在这边来操弄所有的议员的权利，包括你们也忽视了你们同党里面的议员，还有霸凌整个议院的议员，所以我主张投诉。因为你现在都要开会了，李乔如议员，你出席会。今天下午2:45，国民党团、无党团结联盟党团跟民主进步党党团三个党团要再做一次的政党协商，